所以去里面就是故宫。So cool! 啊！之前对故宫并不是很了解，但是听说它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和建筑，想去了解它。What do people come here to do mostly nowadays?走到哪讲到哪，你都不需要打开，他自己走到哪他就会告诉你现在在哪里。我们要去这里了吗？对，我们现在在穿过这边进来了这里。对 ，OK， Let's go。每一个很漂亮。哇，细节。God. 我也不要踩，他们保护很好，我不要踩。他们说里面的那个砖是金砖啊，对对对对，但是不是金子做的，颜色很像。对，哦，你也有听到？你听到了，所以他们说不是一个，这是一个不是土，是一个地震，不是金的，但是就是像金。像金耶、yeah ！我一直在想，我一边走，就是现在对我们来说，就是一个来可以来感受这东西。Yeah. 可是如果所有我们所有人不在，可是有真正的王和那种这边生活的人，如果在什么种的感觉？哦、oh, oh. ，所以他们在什么以前住在这里就很孤独啊，我觉得很孤独、啊。嗯，他们不可以出去吗？皇帝是可以的。It's just very pretty. Yes, 就是 dragon. Yeah. 嗯，都是龙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叫龙吗？就是以前的皇帝，都被称为真龙天子。他们以前 like 在做这个时候怎么想到 like 那个龙会这样子，那个龙会这样子哦。对，就像现在的设计师一样，没有设计师，对 ，crazy。因为有一那个又看到那个脸。游龙，对，它每一个龙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。啊啊！厉害！哦哦，太厉害！哦，天下最什么什么的神什么什么什么，天马。Oh, this is also French. It's a 叫闹钟，不是那个叫闹钟，这叫什么？对故宫钟表馆里的表印象很深刻，有太多的样子。很感叹以前人的技术太厉害哦。
不是没有睡醒，是真的风太大，收获是感受到了一些传统文化和几百年的建筑，学习到了很多古代的历史。今天在故宫，我觉得我学很多东西，也看到我真的没有看过的东西。故宫很大，我有一点累，所以下次我希望我可以能去到我没有去的地方，也还是回到我看到的地方，多多感受。好啊 ，Bye。Next time, let's go to another place. Woo!